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木子手工。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蛇结的做法。这是一根线对折以后形成两根线，我们用这两根线来演示一下蛇结啊。这两根线呢，一前一后，我们先把后面这个线在食指上从下往上绕一圈，然后用这个手指把它压住。我们把这个线圈先取下来啊，前面这个线呢从后面绕到前面来，从这个线圈里面拉出来，再把这个线圈拉紧。好了，这样一个蛇结就做好了，两面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再来一次，后面这根线在食指上绕一圈压紧，这个线呢也是从后面往前绕，把这个线取下来，再从这个洞里面拉出来，再拉紧这个圈。好了，这样就是两个蛇结。蛇结呢它是可以拉伸的啊，你看这一拉在中间就有距离了。好，这个就是蛇结的做法，谢谢大家收看。